们先来解宝藏任务，等队友上线吧。大乙种、黑角龙、轰龙、古龙，哇，分开的。登录奖金。我完，你要重新配一套装备了。觉得武装应该可以再更好一点点，不然格子没办法换啊。嗯，没有啊，先来寻宝吧。第三个。哎，雅思，你巨魔之力多少等啊？不是多少等啊，你荒地几等？今晚如果没有要干嘛，我应该是把荒地冲起来吧。因为森林七等，我好像没有要干嘛，那我就去冲荒地七，五等，这样我还有力战古龙可以打。下午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有开声音吗？喂，喂，喂喂喂喂喂，有吧？嗯？不要骗我哦！你台的声音太小声了。我的台声音很小声。非常的小声、啊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开启回音装置。来，我们回来了，因为没有啦，因为下午我去看电影的时候，那个我同事打 LINE 给我，结果手机我的电脑也有吃到 LINE， 然后他把我的麦克风调小声了，抱歉。Hello Hello， 重新打招呼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嗯，被耍啦！看一下哦，宝物资讯，第十个啦！我们这边要毕业啦！哎、欸，第十个反而很简单哎。第十个也太简单了吧！哪里？这里，跳下去。这边结束了。你荒地几等啊？两等，我昨天没有去收。哦，对哈，问过了，还是我们今天来刷荒地等级？可以啊。我要把森林的取消掉了，把森林归零，归到一。归零。哦。那就。那我开好了。好啊。再按一次，按按。嘟哩的嘟哩的，龙结晶，我龙结晶是任务第几个、啊？冷宝物资讯，
龙结晶之地，第三个。我先开进去了。没有，大一总是三等。嗯。两等是路上。这个不是。哎，这里。金蛋。你开了吗？我开了。好。欸，想一下名字哦，隐隐安安，没记错吧？啊，白痴！我刚才命你。巨佛之地。解除固定。调整环境。往这个。没有什么。好了，我进来了。大沙小龙还是都可以啊。那我烧鸟也可以啊。黑脚好了。你说今天的每日哦、喔。刚好打一下。又出来了，快！我们再打荒地黑角龙。来，今天打算冲荒地等级。哦，你的巨魔？对啊。哦，那你们活动打完了？还没啊，还没啊。黑角也算每日啊。不然，对啊，等一下再说，就在等你啊，看你没有下文。哇，好感动。是不是？是。So感动的，马上来。
那等下就出去打活动吧。可以啊，先抓巨魔啊，晚点再打。今天的活动还好了，就只是今天的活动哪里还好？分要打三种文物哎、欸。我是说给奖励呀。哦，就还好。哦哦，黑角。那如果晚点要才要打的话，我去不去喽。好，那我先。那怎么都有开红？就捡个痕迹而已。战痕也在那边。布区是要现在另外一个装备也有布区才能把你每套装备都要有布区，你自杀身上就是这个布区护士。我比较好奇是这个是要换装备，下一套装备也要布区。对，好，你自杀身上有布区，然后换你要打怪的身上也有布区。了解。那时候装错猪，装逆上猪，想说为什么是没有？年轻人来说算有。我先打一下，我想配个装。我想重新配我的补装，补装就整个吃死死的。够火哈、哦？哈？不够火，不够火很。不是，我至少还缺一个洞而已。哦，那好像也还好。对啊，武器克制洞啊。那我每一把都要去克制洞哎、欸，没有，主要是笛子啦，因为有时候想打，想说水免疫啊，那个不是吗？你懂吗？哦，就不会在身上湿哒哒的、啊。哦，那个就吃打乖乖吃打消也还行。好吧，是这样没错。一个洞比一个打消果实的鸽子贵多了。对，战痕怎么说好有理哦、喔。我懂。出来就被。但还是想吹一下，我们攻击大、防御大、耳塞，让你们提急速回复。嗯，因为战痕现在要跟他在一起，丢大便啊？我忘记带没？啊，我丢，我带一个好了。还不算哦，来不及。找对了，哦，是否在一起了？没有，好像只有。哦，没有诶、
看你不穿补冬衣，我就先打啦。我要假装抓时机抓，抓不到。哎、欸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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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在隔壁吗？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大便呢？没有，我绑着。你绑着他干嘛啦？绑着。绑什么？我现在是被两只。哦，我丢大便啦。是吗？我想说在等你丢啊。我丢啦。八对，
啊！他怎么冲那么慢？哦，不用补啦，其实我这吸血很快。他累了。怎么撞他脸？我靠！大概是个位移。对。啊，奇怪，睡着了。好，没事。有石头吗？没有。啊靠！我就撞过吼。你的主动点撞啊。哎、欸。啊。那个不是吗？我其实我以为他没有撞到，他没有撞到。好，我去接。应该还得吃，快红了。欸吼可以耶 ，HTT。哎、欸，耳塞吼可以啊，我挡到了哎、欸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是哪一个、啊？耳塞、哦、就是我加剑切。可以啊，那可以啊。没有，他那天测试说不行，我想说哦，这样子真的是很惨哎、欸。那就是我太菜了。我以前菜刀都是用这招。你拿的不是菜刀，你是菜刀，不是啊。他是冰原之后测试的、哦，就在前天，哦、就在前天。好，都不听人说话。好，你撞爽没？咚！换方向嘞！哇，撞得不错。卡了？没有，断尾了。不是，画面整个停住哦。这是垃圾判定哎！垃圾判定。
你不要尾巴了。啊，对啊，尾巴。忘记。张文田。HTT。哎。想要角龙的话，最好现在给我过来哦。你们杀掉没杀？哎呦。不缺素材的发言。哎、欸，不在这里。哦，他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在那边？对啊，我刚刚说他应该要睡觉了啊，所以才在这边等啊。因为他刚才跟角龙混在一起。没事没事，回报吧。你在配什么装啊？大剑。哦。哦。玩大剑。哦。哦。虚的还是拔的？当然是三段蓄力的啊。那不就拔的也太无聊了吧？就雪崩那一套吸字那个水字装拿出去用就好了。用什么大马胸甲吧？我记得。对啊，我是用大马之国的。因为我的那个。我的有一套大锤是用那个，哎、欸，集中嘛，对啊，集中啊，来了角龙，哎、欸，没挡到，哦，按了，可是太慢，叮，垃圾，甩尾巴，没有。判定真的是，哎、欸，人便是可怜。
好，我来啊。合理来啊。现在在打蛟龙。结果我确实缺巨魔的素材。哪一个字？我缺的是骨头。哦。哪个段位的？啊。力战的。就是那个。骨龙的。就是。瘴气之骨的。橙色红色骨头。哦，就挖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要挖瘴气。快点。睡着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在等，我在没有吃。哦。无法参加任务，我的乖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再试一次。他跟我说我无法参加，哎、欸，无法参加任务，哎，是哟。老了。好吧，那没办法，我进去。老杰，你怎么会进不来？被你们拒于门外啊！刚刚叫你进来不进来，电影都开始了。爸，嗯？那是无解了，真的进不去。现在是卡在那个正在进行任务申请。还是你先去挖骨头？无法参加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算了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我去采购，不要管我了，你们。不行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哎、欸，错对。走开啦，猪。哎、欸，拔刀居合，如果是往前砍的，往前砍了一下那个，如果隔挡到的话，有什么奖励啊？拔刀居合往前砍两下，什么意思？有一个是隔挡的嘛，就是新一下画一个大圆、哦。对啊，那个是一定隔挡嘛、那個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嘞？你的那个气刃会回的比较快啊。哦。就是你不用砍，他自己就会回了。安安。呵呵呵，我越来越强了，太神了，太神啦、啊！找回中二的感觉啦，中二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。啊，一刀两刀挡，是啊。刀，两刀，三刀。哎、欸，垃圾判定，我在开台呢，给我点台阶下嘛。我去。我怎么看到节操上线了？断掉了是不是？我就觉得他有点不稳哎、欸！你又撞那边，你又撞那边，不是他头转弯了。哦，好，原谅你。阿强不在那里，强就在闹了。阿强，对啊，撞树还比阿强好嘞。阿树，阿树死，阿树死。阿树死啦！一下两下挡，垃圾，爬下去。垃圾，啊哈！你跑去找酱烧猪喽？你跑去打稻草人呐、啊？妈的！
哎，奈斯，你加加看繁星他们那边，看你能不能进去。我怎么看到奈斯也冲上了？啊，我挡到了吗？我没挡到啊。